借我摸一下。那要怎么辨别伪钞？它那个纸很像是宣纸啊，可是不会破，淋雨不会破，淋雨不会破，淋雨不会破，这是意念吗？我摸摸比台湾还现代化。我再摸摸嘛。那个纸张是宣纸哦，我确定是宣纸，可是好溜，咕溜咕溜，很好摸，很舒服，很舒服，他那边也有银行咯，不太多钱还可以寄银行，对不对？有银行，有银行，好特别哦。再见，然后我再往前走，然后他说在我们家哦，有些思想空间哦，很有趣。嗯，他说你知道吗？他讲台语啦，哦，有你知道吗？阿都哥来家哦，买来哦。嗯，我说哈，嗯，意念。他没有去，前面就阿都哥了。这么巧，前面有阿都哥。那你要跟他英文沟通吗？他到那边是用中文来用英文。这个你可以跟他讲英文啊，190公分高哎，哦，这么高，一米九。然后我过去190是190嘛。然后他讲台语，他讲台语，那个外国人讲台语，都是意念，对，还是他是用意念？他嘴巴讲说你在夸我，忘丢，我蛮在夸你。然后，嘿，我好奇你怎么来这边？嗯，你怎么用台语？我现在是大概我现在的状况大概是一个国中生啊。哦，你又长大了。对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：“你来来家，这是我们的境界，算是道教或者说那种的空间感。你是安门那边的啦。嗯，你讲我八岁的时阵来过台湾呢。哦，来过恁台湾呢。好是哦，啊我。”25岁贵姓呢？嗯，啊，我做咱这个东方文化是不是？所以他喜欢东方文化，他的意念是东方文化，所以他就会来这里了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哦，那你现在有遇到过你家人吗？他说没有，不同境界吧，他们家人都在也是那边。空间不一样。哎，那我想知道，他是不是也可以在过去那个空间，还是不行？跟他的执着有关，对不对？他就笑笑说：“我不想去那边，我这边很自在。”哦，如果说他想去的话，还是可以过去就对了。而且他说也不需要去。他说他都讲台语哦，我只讲国语了哈，嗯。你可以跟他讲英文啊。你用变，他都变了。嗯，咱台语的通。嗯，他本来就会讲台语吗？他再生的时候就会讲台语吗？到那边学的，就像莆田一样。他是在那边学的吗？你跟我主人在跟你讲啊。OK。那个意念赞。他在这边住27年了。那他还要再住多久？他现在哦，他其实是68岁哦，他其实是68岁哦。但是看起来像25岁。对。好特别，在那边也不会老，对，就是你往生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跟他长相，他永远都会这样子就对，对。可是也会变年轻啊！我有带过那个70、80岁往生，可是变成30岁的样子。他说用这是祖先，对啊。哥，我是我今麦很，我今麦画线是不是？哦，就是这类型，视线的这类型，用境界型的，对对对。他那个年纪的，对。然后他转身拿一个汉堡。哇，你在那边吃什么？送你吃吗？他拿汉堡给我看，说，他说这是咱家的小胖。阿伯不多哟，就去邻居家吃了饱。加胖。啊，不过我无食肉啦，好，爱食看麦呀，又吃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他这个汉堡啊，他没有包肉。他吃起来如何？不加奶加珍珠好了，真的好香哎！包珍珠好了。那边东西又特别好吃，对不对？我会觉得真的跟我们人世间吃的东西就是不一样，而且也胖，它面气在，好吃，好吃。然后我就说，那你们这边会有教堂吗？啊，他就不，他都我问他，我问他说，他就喜欢东方的。这地方有没有教堂会出现过？
他说唔办呢，我唔捌看过。因为他就已经是向往东方的文化了、啊。所以这个空间并没有教堂。你有一条沟在这里。拥有啦，加罗啦。哦，这个地方没有。那我说，那、啊、要是有人他，哦，对，白问的。那、啊、你问他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他喜欢这东方文化、啊。不是，他也是枉死吗？他是枉死，他二叔那天被车撞。哦。那因为可是他以前在，他以前呢，他住俄亥俄州。嗯。他常常跑去那边的中国城拜拜。哦，了解。对。嗯，那他现在在这个境界做什么？他怎么生活？你跟我来进产。种田哦、喔，真的卖菜吗？嗯，他在卖菜啊、喔。嗯，他说他很喜欢那种日出，他念诗给我听，就是那个锄禾日当午，这我不会念。他念那首诗《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》这首诗给我听。我现在想要知道，就是说当他们往生的时候，他们就马上在这个境界了，对不对？当然会有一些程序啦。我意思说，爱摆堆。OK， 我意思是说，他来到这个境界，他如何被分配？比如说他住哪里，他要做什么？这个是完全是。有人在安排吗？对，有人安排。然后比如说，他就可能就拨了一块地，哎、啊，这块地你去种田，然后这个房子给你住，这样子吗？对对对。哦。懒得安排好啊。嗯，也是冥界的官员嘛，对不对？眉心注心，来心注气，他、啊、其实都已经写好，你干嘛呢？就是其实他们都知道你要往生了。啊，就往生的时候，其实都已经被安排好了。对对对。所以你不用。可是我想问说，如果说我们在世的时候，我们福德上有做一些事的话，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把未来的改写往生的事情哦？比如说往生我要去住哪里？你跟当年买写晒啊？还是可以就对了。对啊。嗯、所以再跟修嘛。啊，但事实上就是说，我们还没有来诞生在这个的时候。就已经写好说，哎，我们这个人走了之后是在哪里，都已经写好了，是这样子。他说：“哦，拜了有怎样？”应该说代代，应该说代代节节都写好了，对不对？你跟我们不要跟你讲太多啦。哦，秘密。嗯、然后、哦、他叫我往前走。嗯。然后菩萨来了，观世音菩萨。对，他降下来。嗯。接下来菩萨来了，菩萨来了。嗯，菩萨，哦，我现在坐着莲花。嗯，菩萨旁边的龙女啊，嗯，跟我讲说，闯进来，没真来，出去的出，没粉条，出境进出境所，出境所还有，嗯。出去的出，境界的境，境界的境，出境所，去一个地方就对了。对，出国的出，对对，关海关。哦，我们要进海关就对了。那要去哪里？不知道。哎，这地方好多人哦。这要去哪里啊？是准备要出来的。要出来的人在排队了。要出去往死城的。出去往死城的，还是说出来七月的？准备七月要出门的人、嗯、哦，我、哦、那个整个山，整个那一，我不想人山人海，是不是？那一片呢、啊？你要这样走出来。那人，人山人海，我想那个人是交错的哦，交错的哦，整面都是哦。可是我只能说很整齐。一定啊，是交错的。书上面有这样写啊。有人在管吧？有人在上面那个。哇，天哪，好多人呢。你已经先来跟他们 say hello 了。在路上看到我，不要跟我打招呼。很多很多，我只能讲，很像暴动那种感觉。暴动？很夸张啊！不是很整齐吗？怎么会暴动？就是那整片山，人山人海，像演唱会，人山人海。对对，很多很多很多。很像跨年那一种整片。可是我会觉得很宁静，很宁静的感觉。可是不吵杂，可是。我觉得很规矩，嗯，很规矩，嗯，这边哦，这一带，这个空间哦，它有72万人，算人，比如讲人来讲的，它有72万人的，嗯，我所看到有72万，所以晚上会很多人。应该白天他们也可以在路上走啊。白天有人呢、啊，白天也可以啊。他们那、啊、他们这些人的手，我觉得他们的手续。
类似。